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嚟爱丽丝嘅 channel。今日咧系3月8日星期二，虽然咧天气系有少少凉啦，但系咧亦都有好大嘅太阳。咁我印象之中咧系冇带大家咧行过路氹连贯公路呢一度，今次咧打算由新濠天地呢一度咧开始，会经过美斯美高梅啦、永利皇宫，再穿过瑞吉啦，去到伦敦人。最后咧会行晒成条金光大道两边，所以咧我系由下昼4:00咧拍到夜晚嘅8:00。可能大家咧会觉得拍乜嘢啊？要拍咁耐？咁一嚟咧中间有一段时间咧我系有啲嘢要去做嘅，二嚟咧就系想拍日与夜嘅金光大道咧俾大家欣赏。之前拍金光大道咧都系坐车隔住块玻璃咧去影嘅，可能咧就未必睇得太清楚。而家我哋行紧呢一条路咧，就系叫顺荣大马路。呢一座 countdown 咧，就系以前嘅 Hard Rock 酒店。喺镜头嘅左边咧，就系新濠天地；右边咧，就系瑞吉。呢两座咧都系君悦酒店。过咗瑞吉咧，就系美斯美高梅啦。过完马路咧，嚟到咗永利皇宫呢一度，咁我哋咧行埋去睇下缆车同埋喷水池。
咁喺呢一度咧都有巴士可以嚟到嘅喎，咁我哋去睇下咧有咩车，大家咧都可以参考一下啦。睇完缆车同埋喷水池咧，咁我哋喺呢度嘅斑马线过翻去行顺荣大马路嘅另一边。嚟到咗瑞吉啦，咁我哋就会由呢一度入去，通去咧伦敦人嘅商场。之前咧拍过几次咧，都系由威尼斯人嗰边啦，经天桥去伦敦人嘅。经过咗长廊之后呢，就会开始系商场嘅部分。咁喺呢一度呢，可以睇到巨型嘅英式茶杯，系伦敦人嘅景点之一。
过到嚟呢一度咧系水晶金殿，中庭咧有33米高，主要咧系用玻璃同埋铁咧去建造，加入咗咧云石铺砌，打造错综复杂嘅天花。咁呢一度咧系上酒店房嘅通道。这一条路呢都是可以上去酒店房。这一度咧有架具英国标志性的黑色的士。我哋咧由呢一度出去外面啦。记得咧，对上一次咧都有拍过呢一度，就系咧多咗一架英国伦敦退役嘅双层巴士。但系咧上次净系拍咗外观俾大家睇，今次咧就上咗巴士里边咧简单咁影咗。
暂时同大家行到呢一度啦，咁紧接下一条片咧，会同大家行埋入夜之后嘅金光大道。记得订阅、留言、赞好同埋分享，揿埋钟仔，有新片出咧就唔会错过啦。我哋下条片再见。